钱不够用，你不用这样吗？为什么你跑去自杀？谁的电话没有关啊？我现在是演哭戏的，你们电话没有关，我的眼泪怎么样流出来？哎呀，会演就是会演，不会演就不会演，不要怪观众电话没有关，我们是专业演员来的嘞。你来演哦。钱不够用就算了吗？为什么要跑去自杀？你们的电话可以关掉吗？现在我是演死人嘞，你们的电话就响一响啊，吵到我，我怎么样死？不好意思，请把电话关掉，不要吵死人啊。哎呀 ，OK， 我跟他们讲啊，这档戏很难演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呦，你有讲话也不会演，演死人也不会演，哎呦，来，继续继续。